战斗陀螺传说巨神。那这是正版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这是正版的呀、啊，你可以从这里打开。这哪边都可以哦。对呀、啊。哇，这里面有什么？传说巨神，你看啊，这是正版，这是日文的。那爸爸刚刚有帮你贴贴纸啊。你看。哇，传说巨神。何心一笑得那么开心，嗯，哇，然后这个你会组装吗？它的左右发射器，这是有，你看，对，哇塞，哇，一个是这一边，一个是那一边，你要研究一下，它两边都可以发射。那还可以去楼上接上那个手把，这样会更强哦。哦，两边都可以发射哎，这是一个左回旋，一个右回旋形态。哦，现在这个是右左回旋，还可以用左回旋，两种都可以。传说巨神，战斗陀螺，传说巨神。这个是很强的吗？哇呀，失败！无信义发射失败。你要上去拿手把吗？怎么不行？哈哈哈，看来你还要多练习。这是全新的战斗陀螺。呵呵。